他那一把哈，一点没明白，就屏东县人家美言教保中心，俺们等人家用的时候，可以怎么不是买的？跟着只能去，喏，人民会的付出为我民会，俺们等人家有到，为了怎么不是等的？他们等人家做这一笔教保中心呢？还要一些俺们等人家做，也要去要和嘛这些单位。我就是遇到么买这些俺们等人家，买这些单位教保中心，嘛个是俺们等人家做，达得之后不要一些人家民主教育。 屏东县人在美言教保中心，用大很多批人在做那些行政院原住民辅助委员民会，俺们的某些人在为了怎么时候挨的，俺们的我在这边教保中心呢，也来向人家也需要和嘛这些单位，也就他的县政府的教保人员呢建议些，话是说伊面的嘛买这些乡镇在说也要教保中心，嘛个乡镇就把欧叔叔出来现在民主教育。 我看到如果回到这个教保中心，我觉得呢，就是民族学校体系、双轨体系的一个最基础，你们一直在做尝试，我们愿意支持，但是要有，我支持，哎，接下来还有后续，没后续，所以这个当然中央部分，我们跟教育部之间，我们现在有建了一个相当良好的一个平台，我希望这个教育部能够持续支持未来的一些变革。 诶，喏，美言教保中心，我是买一只，我本来没专门打连只，也是俺们打连只。你说你能不？啊，等于，等他们买只钱在，买只钱呢，上等只，买你那好，俺们等只想，我不要好，俺们等只，我啥法？啊，等于，他那部诶嘛，买些俺们等只都是喏，等下喏，等于咪在现在就先给付。对我们整个过程其实碰到很多问题，那碰到问题之后，其实我们就是解决嘛。还好国内高层非常支持。 我们当时都是折损副县长出面来协调各单位，包括后来美元的人数的问题，后来也克服掉了。因为美元教保中心主任马秀兴以前在当的，教保中心以前他们在达德在上等在文革当中获杀，就阿兹查拜上等在俄国的俘虏，伊咪在现在就获杀当的啵，文革获阿们等在把俄叔叔出来都同个。 那个凝聚不是今天一朝一夕就可以把它建立起来，一定是从小。即使这个孩子在这里被培育，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被在这边被培养长大，我们有一天离开，当我还在回来的时候，我能不能，我有没有条件再回得来？我如果连这个条件都回不来，你怎么说我是这个部落的人？我们可以一起思考，我们到底未来是什么？可是不要轻易让我们停掉，可以吗？ 那美言教保中心主任马秀兴以前在那，那么我们在乌基地在现在教保中心，我去上在中央和地方，他们那上在阿什个在多尼，伊咪在那他们在嘛个达德在，伊来他们在学建在民主教育，阿爸也不准变异。